美国有一名律师因为在特朗普的弹劾案中为他辩护而遭到报复，一家法学院取消了他的授课，一个法律团体亦将他从民权律师电子邮件列表中除名。特朗普辩护律师大卫斯恩 David Sean 对大纪元时报表示，我原本希望秋季能在一家法学院教授民权课程，我们一直就这件事在这里谈，并进行了一些规划。订阅 Patreon 收看本节目，订阅的方式如下，进入 patreon.com/appletimeshk 或者扫描 QR 码进入网站，向下拉荧幕，点选这个按钮，出现更多的选项，选择你要支持的节目按装，输入信用卡资料或者是 PayPal 账号，就可以顺利订阅啦。订阅 Patreon 香港大纪元，每月$30，就可以收看频道所有影片，包括石山、瑞秋、珍姐、Zack 和雪儿的节目。